有我们的医疗组，有 Kiki 老师跟 Kevin 老师。那我们也有一些老师，虽然没有带你们，可是他们也是很重要的老师哦。第一个是 Vivi 老师。提莫，提莫，这个老师，第五个是 Jamie 老师，是姐姐。那现在要介绍你们的大一队老师以及哥哥姐姐 ，A 组的老师 Win 老师跟 Rita 老师，还有 Isa 姐姐。老师有 Karen 老师跟 Kiki 老师，还有 Jessie 姐姐 ，Jessie 姐姐在这。现在介绍新组的老师 ，Baby 老师跟Visa 老师，还有 Polly 姐姐。新组的老师有 Peter 上老师跟 Apple 老师。的人，你们往后看，是有一个人穿黑色衣服，他告诉我，他不喜欢吵闹的小孩，他希望他出现的时候都要安静，没有，他非常安静哦，不然，对，然后又不高兴。好，没关系，所有小朋友，我们向前看。那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